基本上这个社会基本上只能讲现在只能讲假话，不能讲真话。台湾是这样子，中国更严重。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，馆长，对不对？中国武术，各位都看过那个太极拳的影片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寸劲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靠！一个回身，一个拍掌，对面十几二十人，整个他妈飞到他妈狗干太平洋去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他妈我回身有没有太极拳？回不差，妈后面十几个弟子他妈直接飞到他妈十几二十个狗干太平洋去，你知道吗？直接他妈飞上合欢山了，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。那这种东西他妈谁哪个智障都看得出来是真，哪个智障看得出来是演的？那哪个智障都看得出来是演的？他就说我这一拳我是把我的身体的气集中在我的右手上，然后让一拳打出去，然后我把我的气全部灌出去。操妈，我都不知道人身上有气，你他妈是可口可乐是不是？人身上有气，狗干妈的，我只知道他妈要怎么打，你知道吗？妈，那一拳飞上去，我把我的气集中在我右手，嘿他妈可口可乐是不是啊？干他妈人。最好是身上有气，这是什么智障？然后一堆人相信，他说太极拳班就是这样，然后现在出来踢爆，然后就说什么，所以也没拿新竹人的钱，对对对，他只是爱他，想帮他树而已，懂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真的是妈智障，然后就这样怎么看都是演的，然后一堆人啊，然后在中国那个徐晓东又说太极拳就真的是没有用，那个实战是一点都没有用，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啊，我们太极拳啊本来就是拿来修身养性的、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啊、看他妈的，他都叫太极拳的，这不就是古代？谢牛哥十块，他妈的，这个不就是古代拿来那个搏斗的武术吗？那就说怎么看他妈突然又变成只能修身养性了？我真的是搞不懂啊！他问你要不要实战，那你就说不要，你又说什么那个量级差太多啊？狗干！那你他妈你就去太极拳，为什么今天馆长会那么气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不然你跟我打看看啊？你不太极拳不是在哪里打的吗？你他妈每天去公园那甩甩手啊，踢踢脚，抬抬腿啊，然后就自称什么太极拳宗师，呵呵哈，然后演个。然后人家飞走，那你就可以他妈狗干赚一大堆钱。我老子每天在健身，我之前去他妈健身房子，我只健身一天，我全身他狗干痛一个礼拜。我只健身一天，我狗干全身狗干痛一个礼拜，没有在跟哥开玩笑的。那他们那每天练的，他妈练成那个样子，那每天都狗干痛的，对不对？那老子练的这么累，这么辛苦，学那些自由搏击什么小的，看他妈你去公园甩甩手，然后你就自称太极拳大师多么厉害？干，是我也觉得很不平衡啊，是你爽不爽？我绝对不爽的。那一堆人他妈真的是出张嘴啊，那我真的是没办法、啊、真的是一堆白痴啊。你看那个对岸的那个说实话的嘛，说实话下面闭嘴的嘛，哦太极拳真的是棒，中国武学武侠文学真的是棒，中国武学博大精深，在那边对面啊，不是被那个共产党叫他闭嘴的吗？你看多少人9.2最爱的地方啊，什么话都不能讲啊，就只能在那边闭嘴哭哭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你看他现在不是在那边闭嘴，看中国文化那种东西，就是什么武术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以前人强身健体留下来的东西嘛。古代人强身健体留下来的东西，现在那些格斗术什么，格斗术什么拳，那个是运动科学啊，是现代的运动科学。你觉得你他妈的那个，你觉得你他妈那个古代人留下来强身健体用的东西，我打一下运动科学哦。你那再厉害的什么太极拳什么小的，你被馆长那种人压到地上，被他带到地上用擒技，他直接把你固定住，那个手就断掉了。你要不打鸡鸡哦？你那再厉害啊什么哇？我这个什么排云掌，嘿，什么玄冥神掌，什么小的，看他妈的，你直接把他弄到地上，然后随便一拉，你手就断了。这个叫运动科学啊！谁在那边他妈跟你那个？谁在那边他妈跟你那个东西啊？真的是一堆智障啊！讲真的，你有懂？我以前有看一点那个 UFC 啊，大概懂那个力技跟擒技那个差异啊。我今天不是在吹捧馆长，我平常也不会看他直播，因为我觉得他蛮吵的。不过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是实事求是的、啊，很多事情是真话跟假话，真的是我就不懂为什么武术这东西本来就是他妈狗干假的。那你一堆人还在那边推崇啊，怎样的？你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大家都有点脑袋，有自我思考能力啊。为什么他妈的什么事情都要这样继续这样子？那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就是错的啊。对不对？像大家都长大了，都有点自我思考的。你武术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，他妈一堆人让狗干吹捧出来的。那你还要继续在那边弄，然后还没死不承认说就是打不赢，就是赢得了其他人。我才操，团长你敢嘴，对不起啊。我真的是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的、啊。我刚讲的话哪一个是错的？我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、啊。我刚刚说，你觉得太极拳打得赢他妈的馆长哦？你觉得将太极拳那个大师跟他一样壮哦？我觉得也是绝对打不赢馆长的，好不好？绝对打不赢。太极拳那实战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公园那些阿伯那甩甩手嘛，踢踢腿的也是跟你说他是太极拳啊。他们说不定也是那个太极拳宗师的，开玩笑。妈的，公园那些阿伯，我过去给他一脚，他就倒地上抽了。我跟你讲。
真的哦，我只是跟你们讲真的哦，你们现在随便一个年轻人，你们看那些阿伯什么太极拳宗师，那公园那多厉害的，他妈的你过去给他一脚，他不是倒在地上抽我随便你啊，不是每个都太极拳宗师，那你他妈的对不对？你这个路上遇到他，如果真的要跟你打，你绝对是打赢他的、啊。那你看馆长这种体型，那么路上遇到谁会去招惹他？谁会招惹他？因为馆长有没有？你今天开车撞到，不小心 A 到对方，然后你不小心 A 到对方，然后啊，可能馆长不小心 A 到你，然后你就下车看三小会不会开车，一看到馆长这种人下车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人都会有失误的，我也常常踩错，对不对？那个倒车我也常倒错。如果今天他妈的，是不是馆长撞到你，然后你下车，你有没有干你那谁？不好意思，大哥啊、哦，真的是看开的真的是好，撞得好，哇！我就是需要，我刚好车子想要重新烤漆，撞得太棒了。你觉得是这样子讲话、啊？看他妈的谁敢那边？但你今天要是看到一个拉贝有没有这样子开，你就是嘴他，那死三宝狗干会不会开车啊？看有没有长眼睛，妈条腿是有没有问题啊？看他妈左右边都会他妈踩错，你觉得是这个样子嘴的、啊？开玩笑，你这用眼睛就可以判断那个实力的差异了，又没有什么中国武侠，这中国武术这么博大精深，是不是这么小一个人，那个一个人这么小一只，可以他妈打100公斤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！馆长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他妈的，那踩到他那个什么，压在他，把他抱住，他挣脱不了啦、啊，真的是打鸡鸡。之前我妈他妈的，因为她很闲没事做，然后就会跑去那个小学的时候，还国中的时候，就会跑去那个学校练那个操啊。其实那个我也有练一下。看他们在那边挥挥手，阿北有没有抬抬手、抬抬脚？看他妈的就可以把每根推的那个狗干太平洋高。那我想我应该也是可以啊，我也是有练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太极拳，你就知道多智障啊！看他妈的，不是在那些阿北都是他妈在公园那些甩甩手、妈踢踢脚，然后每个大妈这样嘿哈，然后对面就你给人看不在。然后那些人他妈就飞得狗干远，你知道吗？就飞到他妈有世界无敌远，怎么可能？那用屁眼想都知道不可能，真的是有够智障的。那些人是不是有够智障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妈的，那些阿伯就是你们在平常会去那个什么其他公园啊，然后看到那些公园运动啊，早上四五点起来，然后在那边甩甩手啊，甩甩脚啊，然后踢踢的，哎、欸，好炸哦，阿照，哎、欸，笑脸呢，哎呦，早扎顶来泡波、哦，哎呦，泡个尾巴，哎呦，优秀又哎。欸，袂歹哦，有咧运动哦，他是这样子，就是那些阿伯，看他妈的，是这种他妈早上起来他妈运动阿伯，然后在那边随便甩一甩，连人都没碰到，然后他妈十几二十根飞到太平洋去，怎么可能？我智障都知道他妈假的，然后还一堆人那边，这就是我们太极的厉害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三小，我不知道，看他妈的真的是有够好小的，那一堆人相信，他就说。太极拳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我们把身体里面的气集中在我的左手，这样，哼，我气，啪，打出去，哈妹哈妹哈，看他妈吃屎，妈气，身上有气，真的是妈笑死！我就讲过，看他妈，你身上有气，你看可口可乐是不是？我这辈子听过身上有气的，我只听过可口可乐、黑松沙士、雪碧，我他妈没听过人的身上可以有气，干，每个都以为自己妈小杰。那么我现在把我的气妈集中在我的左手，来，您看他妈的剪刀石头布打出去，他妈十几二十根全部飞到跟狗干太平洋去走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我好小的，看他妈你好小好小像一点好不好？每个都以为自己剪刀石头布哎、欸，妈每个都以为自己他妈小杰、欸，超级智障的，看他妈的在那边，他妈的不然叫那个阿伯来跟我打一场，我跟你讲，我两拳那个阿伯就倒地上抽了，你信不信？妈叫那个太极拳那个阿伯来跟我打一场，看他妈的有没有？我也不用那个啦，反正我平常八九啊。